为什么你白天没充电吗？白天没工的时候不充电吗？我一直在用苹果，只是安全没充电。什么？想要安卓的。池中守灭。抓不上的女人，抓他女人，哎呦，他好恶心！石头在向，石头在向我，小心！越塔吗？可以用黑蓝，转没皮线了。等下一波皮线，下一波皮线。石头人，赶紧推，赶紧推。黄公子那个塔可以不要，也不守，守不住不守。我也在原地上。先杀这个，先杀这个 AD， 不要让他传下来。我能走，我能走，我能走。施主要开大怪，小心。你先走，我先走。剩没弹了，剩没弹了。小心炸弹人，有点毛病的还追，我用双他交闪了是吧？对，交闪了，啊呜，我杀他了。池中，我方上路防御塔，我方正在被攻击，正在被攻击。站稳！你又没有了，没动作。哇，这波四狗，四狗在上的，四狗在上的。下了波主杀。可以跟我寂寞野区吗？可以跟我寂寞野区吗？他可能大概在刷粉。哎，杀死这个，先杀死这个。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. 我操！给娜美打到 Q 了。这个圣门不是资源，谁家里大的？他没大，大刚放，大刚放，笨笨。你手中放点褶，也不怕他。要破盾者了，问题不大。妈的，没有大刀。这德魔，大呢？大呢？好多血。杀了呀，大哥。OK， 那我再给你杀他一次。有什么？疯狂过。这不是闪失吗？为什么我刚刚杀了他不交闪？因为我刚刚交闪了。
给他闪刚好的，他就是不动了，他就回家了。我就想把这波给他换了。无尽的毅力，来了他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哎，三千滴血，怎么说石头人靠一下，辅助靠一下，不用靠一下，把他宰了好点。看我，看看看我，看看我。练住了，练住了。nice nice nice， 小心是这个换先锋啊，小心是这个换先锋。多做点视野，找狮子国位置，把你们巴塔前面的那些视野都做好，不要狮子国放前锋。他现在很想吃大皮了，现在。今天他现在很想吃大皮，他很急，他很急，盯住他，他很急，他很急，老头老头上老头。哎呦，他喵的他。好执着啊，他非要吃这个塔皮，他应该吃到的。防御塔路程即将脱落。没有这则事情，这让他知道了。我操，他还有个闪现。他不打大技能，所以这就是加百分。对。他吃塔皮能吃四百五，三层。死一次只要掉三百块。来干！哎呦，死狗菜！才中塔，才中塔，才中塔！越中越中越中，越中越中，肯定在上，肯定在上。来看我，看看我，上了。把中塔拆了吧，七分钟了。死狗在上啊，小心啊，上小心啊！你这笨蛋死狗！哎，这么笨吗？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和老头都来了。看我，看看老头，老头，我不太好惹。没大碍，没大碍，我都大了。你俩都没大，炸弹人复活了。那我们守住，我们守住，炸弹人两个，守住，守住，守住。大人。还是不能小觑，还是。欢迎欧皇，欧皇晚上好。这是这个这个人的坏人是，我当然有的仇人来了。哦，他值钱的呀，他值钱。无尽的事，我好能打哈欠，我操！来拿灯，到点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手臂爆出呀呀，坏了，你跑不了手了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，绝不能有屁孩的迟疑。太强了。完了，老刘给他六了。别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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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追不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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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撞他，撞他啊！我去，坏了，过来，坏了，我操，给他预判到了，真出大事。我们双手，我方下路防御可以打吗？那狮子没状态了，狮子没状态了，没技能了。敌方已击败峡谷先锋。他们的心跳加快。手开弹了，帮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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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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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一秒放飞。中小心，中小心，中别靠，中别靠，中去发小。我回去一趟，我回去一趟。你放心，你直接往小门靠。交城了，交城接浪了吗？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没大没闪，没行，没大没惩戒，惩戒可能有，我们先抓先补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够了，发育了，发育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破绽。Turret lost。战魂。稍小心。狮子狗很急，他们现在很急，非常抓人。我操，伤害这么高吗？老头，老头。来拿增益。石头很急，石头很急，他现在很想抓人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看我，看看，看我，看看，看我，看看。Turret lost。站稳。差不多先走，发育一下，发育一下。无尽的试炼在等待。我回一波，我回一波。我用双手成就你的梦想。做个神分吧。哇，这些伤害好高啊！这伤害力高是狮子狗也，狮子狗伤害也让他高兴了。无尽的试炼在等待，没时间去。从他给的，啊？这个草丛都塌下去了，我操！我以为你打过了，我没来帮你。妈的，没蓝，好恶心！杀这种肉，我要有蓝。我走了，没事没事。没事。还有个慈善果，好。抢一下核心，抢一下核心。没事没事。我好早。啊哈。一分钟都不要浪费。还能打，还能打，把血量回上来。我方下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算了，太强了。你注意一下下面，上面也行。我去注意一下。发育吧，等第三条路吧，一分钟。石头发育有点好。越走越难，你看人呢？不要，中路走，中路走，中路走。传送了呀，他传送了，你别跟着我，传送了，我拿个蓝我就能传送，跟着他们。中路有兴趣，中路回一波吧。来拿增益。我还想把下路塔拆了，给你们点下路边线压力，这小红团好打。中路能靠吗？中路能靠吗？抓紧抓紧抓抓抓抓紧抓紧抓紧！啊不对，抓抓抓胜抓胜抓胜！来来来，抓紧！别乱跑了，别乱跑了，别乱跑了！开大了，开大了！操！哎，没开大吗？小心小心小心！
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我也说这个话。我也说这个话。阿妈。别出了，打小红团了！别出风险者，打小红团了。注意危险。打呀！这条小红团赢了就赢了，就赢了就赢了。靠一下中，靠一下中，对面小人靠一下中，靠一下中，靠一下中，直接阿他。这惯的这是。给你打出自信来了是吗？大佬吗？先打小红团，一样。三龙吧，比大龙要。我方已击败亚龙，在那打，算了，没打，怎么说 ？Let's go， 大龙，大龙，大龙。我觉得这个蓝比那个比这个大龙还要诱惑。我们拿了大龙，再去拿他的蓝石头，应该有踢的。拉拉拉，是吧？别管那边的拉龙，先拉石头，石头来得很快的。先看狮子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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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看狮子狗。Double kill。这边还有两个，这边还有两个，还有条鱼。上了一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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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了一波啦。这是我的姐，当然是你姐。先清线吧，清线。点打点打点打。Nice。今天被我的姐盯。